一说到 TWICE 你会想到谁？相信可能有 90% 的路人会说子瑜，毕竟是歌迷就有各自本命咯。一来台媒整天宣传这个台湾之光，但演变成道歉大会表情符号难过；二来在韩国节目提到 TWICE 也常常说到子瑜，韩国厂商拍广告子瑜画面都很多，更不用说在出道节目 16 里头，子瑜到最后人气都是第一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子瑜的确又正又可爱，文章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，如果侵犯到您的隐私权益，请点击检举按钮举报，网站将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，谢谢合作。检举如果说子瑜有种高冷气质，那么 Sana 就是天然呆的可爱萌啦。还有 TWICE 的大姐那莲跟同样是日本成员的 MINA 分别在榜上的第七跟第八名咯。2016上半年韩国女神榜，你觉得谁才是你心目中的女神？